因为你的鼓励啊，我会继续努力。对呀、啊，其实你进步很多啊，真的，真的，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。上，这个音有没有发现？耳朵旁跟右边那个偏旁中间还隔开的。嗯。哦，好。楚河汉界。隔很开哈、哦。所以你写了个第二个的，你就比较会写哈、哦。这一竖都不要写太长哈。哦刚有同学就这个地方写的太弯哈、哦，就是不要中指不要出太多力气，是、哦嗯、好，手带过去，有没有哈、哦？嗯，好，好，剩下的全部在中间，好、哦，因为它比较长，怎么算中间？对这个，嗯哼，好。嗯这个就是你刚写那个字，哦，有没有？嗯、我至今如何那个字，嗯，啊，它没有完全，它没有完全贴上来，好、哦、啊，但是呢，它就写扁扁的，好、哦，嗯，好、嗯哦，今天写的字里面最难写的就这个，现在要写的这个，好、哦，这个中间那一竖你不要写太长，好、哦，不要写太长。约略哈，约略就是在，整个上下高度的最中间大概一半，好，中间一半，好，然后呢，你要下先写中间这个横，这个横呢，你就把它想中间是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嗯、你在中间下来一点。嗯这个呢，它短短的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弯弯的？好，这个它尖尖的，对不对？你笔尖上去再下来，它也会尖尖。好，好，接下来的这你要写这个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左右的宽度跟这个不会差太多。嗯，好，我先写这个。这个左右的宽度跟这个不会差太多。嗯，好，好。